저 노을빛이 담은 하늘의 색감 이 모든 것을 내가 지면 사라질 거야 오 너의 하얀 마음에 칠을 해본 다음 사랑에 빠졌어 oh oh. 오늘은 내 곁에 Hello everybody， 我今天终于拍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reel， 然后对我只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我现在准备要出门去 Apple Store， 然后这一次呢，我不是要去修东西了 ，Finally， 我今天想要去看一下那个 MacBook。因为我现在用来剪片的 MacBook Pro 已经大概五年了，然后最近它的风扇常常会发出一些很大的声音，加上我的那个叫什么 Flash Drive 只有256个 GB， 那这个对于剪片来说其实是有一点不够的，所以我常剪片剪到一半就没有 storage， 然后就是很困扰。这是今天的。有個 HDMI， 如果想係有呢個 SSD 係有一 T 呢個，因為而家我淨我嘅 Mac Pro 淨係有256 G， 都唔係唔夠用，唔夠用。會影響到嘅就係如果我今日用 Final Cut Pro 剪片嘅話，佢有好多 render file 嗰啲。OK。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加上我刚刚晒着好大一把琴，晒琴，所以我需要 calm down 一下。Cheers！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然后肚子好饿，所以我需要很快的 mix up my lunch。买的是16寸的 MacBook Pro， 哇哦，比起来差距也差太多了吧？真的想要 upgrade 最大的原因就是，首先我这台已经五年了，然后更新了几次 iOS 之后，它就跑得有点慢，然后电池跟风扇也是很大的问题。最后我还是选了16寸的，是因为剪片的时候，荧幕的13寸的，就是剪。To use English as the main language.Press the return key. It is talking to me. 因为一次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我想要换一个荧幕大一点的，就是剪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另外它的那个 flash drive 有 1TB， 所以我可以一次过剪不同的影片。我本来这个只有256 GB， 然后我一次可能只能剪两支片吧，然后就会一直宕掉，然后跑得很慢。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他们最新的这个 version， 它的这个很厚，但好像是因为它有两个风扇还是散热什么比较好之类的，然后加上它这边其实是有 SD card 的，我前天才刚去买了这个 SD card reader， 可
可恶，希望它可以帮助我提高剪片的效率。It's indeed a very big investment, but everything is so new. 享受这个快感。等一下要出去拍照，所以要把衣服烫一下。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 were the way.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Two silhouettes on the call. 你好，换了新机。对。我一直想父亲。哈哈哈。这个不要放在影片里面。一定会的。好 ，Charlie， 我们来吧。好。哎，再次，再次，再次。好，再次，再次，好，再次，再次，三、一、二。What if we plan it out? Cabo for a week, Paris for a day, oui. You can come and be my babe. 谢谢你的 Charlie， 别客气。刚刚还帮我拍多拍了照片，谢谢你。别客气。今天从起床之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除了忙着把一些档案啊 files 啊 transfer 到我新的电脑之外，我今天 so far 已经剪了两条影片，然后我今天的 to do list 里面还有两条片要剪。今天其实是蛮有效率的一天，我觉得非常的，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前几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开始看那个2521，然后。其实我之前看到第一集，我有点看不太下去，我就有点就是我没有很被那个剧情吸引到。然后后来 Witty Charlotte Killing 就说你要继续看，再看下去就会很好看。然后我就说有这么夸张吗？然后我看完第二集的一半之后，我就开始 get 到说完了完了，我快要入坑了。可能我对男主赫的印象就一直是在那个 startup 里面那个有点窝囊的角色设定吧，所以我之前就没有太感兴趣吧。Anyway，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出完，所以我也不想要一次把它看完。然后接下来又跟社内相亲一样，要每个礼拜追，我觉得很痛苦。还好我是一个能够同时看不同剧集的人，所以我通常会找一些其他的剧，就是搭配着看，就慢慢的消磨时间。有人跟我一样吗？应该有人跟我一样吧。那接下来是一段小小的广告时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 sponsor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是一个网络的 VPN service， 它除了可以在网络上面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啦，还有网络的安全之外，它可以侦测到一些就是居心不良的骇客或是一些那种奇怪的广告，他们的 Surfshark Alert 功能就可以保护到你。另外，它也可以让我们在网络上面转换到第二个地区，例如说我现在在香港，但是我把地区换成美国，那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在美国才独有的一些剧集或是电影。你们一定很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在 Netflix 上面滑了很久都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说真的，我觉得有一些很好看的剧集都没有在香港上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不管是工作、购物或是休闲娱乐，那 Surfshark 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给自己买到的一点安全的保障。现在如果使用我的 promo code clumsy， 你就可以得到 83% off 外加三个月免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前几天的天气很热，然后又下雨，然后我家又在海的旁边，所以我家最近真的是超级湿，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去除湿我的衣柜。不过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又转凉了，昨天大概27度吧，今天只有23度，舒服。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everlasting.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be cooking Sunday breakfast.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